或者是其他的特色。各位伙伴啊，不好意思，这次把大家调过来啊。那不管你是校长、主任还是老师啊，不管今天是心甘情愿来的，还是这个被迫来的啊，那我们是很，我们教导中心这边是非常诚心想要这个给大家提供有帮助的啊。那从107年、108年课纲。啊，在公布之后呢，啊，已经有看过特纲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啊，请放下，非常亲近的老师哈、啊。那没有看过的哈、啊，大概就听人家绘声绘影哈。有看过的，其实也是，我想应该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害怕啊。因为当你翻开科技领域的特纲，你看，啊，所有那个大学。资管系、资讯系、资工系的专业名词，通通在国中小的课纲里面跑出来。那看，所以看过的人都摇头，没看过的人呢，也是听得非常的害怕。这个是全国都一样的情况。然后我讲一下那个。教育部那边现在负责，资讯科技，科技领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资讯科技，一个是生活科技。资讯科技的里头的教授是李忠宏，然后生活科技里头教授是朱教授啊。那这两位教授，一个就是在资讯科技，一个在生活科技。那我们待会呢会讲到他们两个部分的重点啊。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个12次的研习啊。因为处里面我们花莲县啊，在创客的部分啊，创客或者讲制造的部分，一直是全国的。算是一个标杆型的县市，那所以处长这边啊，副处长这边很希望我们花莲县，就是把创客的教育的这个部分带进国中小，然后也随着108年的特纲啊科技领域里面的要求啊，它里面要求的内容，其实我们创客教育可以做很完美的结合，可以做很完美的结合，那所以。为了让这个国中小能够很容易的实施，不管是108年课纲还是创客教育啊，都可以啊。为了让各位能够很容易的实施，为了让各位不要害怕那个可怕的课纲里面的字眼，所以呢，特别好能够先往中心来提供这一两年的资讯的研习啊。那所以我们这个班跟之前教育部说的那个认证班或者是第二专长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会有证照，我们不会让你换证，上这个课不会换证，但是我们这个课不一样的是，我们会让你们可以在课堂上能够很具体的实施这些课纲要求的东西，而且很简单就可以实施。简单的说就是那些很难的那种名词，可是我们可以用具体的创客教育的一些课程内容，就可以达到108年课纲所要求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这12堂课，其实也不能算是私训，但是会有一些示范的课程。的教学的示范，让各位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我在学校里面大概要怎么推，可以达到108课纲的指标，然后又可以让学生老师过得很愉快。我先报告一下我们花莲县的长官的一些变动，就是我们以前我是县网中心的啊，我的单位是县网中心啊，我以前在高山国小，然后去年迁到县网中心。专门负责创客教育的部分，
那所以现在县里面有包括国中小创客教育的部分业务，大部分是我在处理。那所以如果未来各位有什么需求，好，或者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你跟我来联络。好，那比如说，像国中他很希望他们学校可以推创客，他们没有设备，但是他又很积极，那我们就会很想办法去帮他找设备、找资源啊，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学校只要有想，我们一定帮忙啊。但是只要你不想，我什么也不会给你啊，除非那个国教法固定的那些啊。那我们现在我们从今年开始啊，之前是县网中心主任的林国元校长啊，现在调任那个特督。好，特殊。然后今年教育处的一些组织有做一些改变，以前特殊是一年换一次，就是好像是那个就是主任校长还是什么，然后一年就换一批哈。那从今年开始，被校法那个台北市的方式哈，会有一个类似常年的特殊，会比较稳定。那所以今年开始那个特殊是国元校长啊，就是育语国中的林国元校长，他原本是教保中心的主任。好，那所以现在科技辅导团，好，我们最近刚在成立科技辅导团，那团员好像还没有完全找好。那不过呢，这个科技团将会挂在特殊的下面，好，特殊的下面。那我们教保中心是合作的单位啊，合作的单位。那所以在科技团还没有完全成立之前，前面还有位置。好，没有完全成立之前，我们就是反正就是双头并进啊。那至于那个各单的详细的指标的对应什么，那个以后我就丢给科技团去处理。好，那我们这边教保中心这边比较在意的是各位如何在学校实施课程，好，那怎么样可以拿到社会。好，这个是各位比较实际需要的东西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跟各位大概让各位了解一下108课纲的重点，就是大纲而已啊，没有要看细部内容啊。那个看的，我想大家比较是昏倒啊，或者去开销都可以，那一样会睡觉。啊，所以我们就讲重点就好哈。然后再来就是知道这些重点内容之后，那我在学校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上这些课啊，包括你可以用到的软体，你可以用到的硬体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资源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会包括在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教材资源等等。还有各位如果要在学校要做这样的课程啊，你可以怎么样去设计课程啊，所以这个是今天的重点。然后因为我们是12堂私训啊，所以今天算第一次的私训啊，所以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个扣的 ORG 啊。那如果在后面那个阶段你已经会扣的 ORG 了，你可以先回去没关系，不要客气啊。好，那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签到不要忘记，我们这12次的签到，我们都会如实往上级呈报，因为他要求。好，我们校长中心最近很硬啊，被就是很希望大家就是各国中小在108年之后都能够上路啊，都学校都有这样的可以上这样课的老师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拜托大家帮帮忙，那我们也尽量提供我们可以提供的资源啊，那如果还有什么需求也欢迎来各位跟我们提供意见。那所以第二点哈，所以我们这整个课，那因为时间其实很赶哈，课都上个礼拜才跟我讲，所以我们就直接，因为那时候经费都还没到位，然后相关的内容也都还没到位，所以最后呢，那课都就希望我们，就是我跟奎汉两个，我们能开的课，我们这学期先把它开掉。然后呢，因为我们也不是全能的嘛，不是18般武艺都会哈，那个这般武艺有很多我们不会的、啊，那些不会的部分，我们就会想办法在下学期再找其他的老师来做私训，
所以一年里面这一轮，我们希望把课纲里面有提到的部分，让各位至少有个基础的印象。然后隔年，我们隔年会再推，就是针对单一主题，会再推类似主题课程的部分。好，那就欢迎各位，就是这两年我们加油一下啊、哦。那我们这个科系里面的课哈、哦，因为内容非常的多元，所以其实学校里面也不太可能叫你一个老师全部的技能都会。好，所以我们原则上会希望，就是你这个这门课，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教，或者是说学校里面有老师可以教，他就可以来上。所以不是一个人十二堂从头上到尾。好，我举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讲3D列印跟雷射切割的时候，不一定要科技老师来，科技领域的老师来上。你那个艺术领域的老师不是更需要吗？好，那甚至自然科老师也可以啊，他想要做教具或做其他东西，因为这些创客的这些工具，其实现在已经都当做，已经几乎都变成，快要变成那个家家户户哈、哦，很熟悉的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的工具。以前你用科诺印表机，用雷射印表机，未来你的家里就会有 3D 列印表机，啊、哦，以前只能印平面的。现在就能立体的，啊，这都以后都会工具化。那所以这些技能其实每一个领域的老师都需要，啊，就算英语老师他也可以拿上英语老师来做他的教材，做那个 A B C D 大大的用，所以都可以用。所以没有一定要资讯科技的老师才能教这些课，啊，那所以这个观念请各位回去帮我们跟学校转达一下。好，那很多真的是蛮好用的东西，好，各领域都可以用。那所以如果说，今天这门课，啊，你是科技领域老师，你不方便参加，或者刚好没空，你其实可以找其他的老师。那我们就是最终的希望，就是希望你的课，啊，你们这些课在学校要有能上课的老师就完了，不一定要同一个人，啊，所以这一次12次呢。也不是一定要同一个人上课，好，所以学校有人来就可以。那尤其是国中老师请举手，国中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麻烦各位哈，国中我们一定会把名册交出去，因为国中是必课纲里面规定它是法定课程，所以国中一定要实施。好，至于你怎么实施，那以后辅导的事也不关我的事，对不对？但是国中一定要实施，那国小呢？国小自由发展 ，OK， 好，课纲只是建立，啊，建立，所以你们可以自由发展，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啊，所以非常的灵活啊，啊，非常多元，你觉得什么有趣，学生可以学习又可以好玩，那个就是国小的东西啊。好，那我们北区呢？我们北区的12次的课程，我大概先说一下哈。今天我刚刚讲过了哈。那我们9月20号，我们会先讲那个向量绘图跟镭射切割雕刻。好，那因为这个设备的关系，我们到时候只会搬一台在后面，所以只有一台。那想玩的可以割割看。那这个东西嘛，它是平面的，所以你画图呢？也是画平面的向量图，好，那如果你不会画图没关系，照片也可以雕，好，照片也可以雕。那以前用小画家，小画家是扁正式的，好，那现在呢，就要慢慢转向向量绘图，好，向量绘图，因为向量绘图放大多少都不会失真，而且可以应用在很多这个很多工业的场合。好，或者是生活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的哈。那雷雕机虽然比较贵，但是未来，我们北区会成立的创客中心，现在南区已经有一个预装了哈。我们这学期会在北区再成立一间创客中心，然后这个中心成立之后，会再给15个学校雷射切割雕刻机。然后之前预报已经给15个了，所以我们现在至少会有30所有雷切机，好，有雷切机。
那所以其他没有的学校，你可以就近跟这些学校借用，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在学校开这些课，没关系，你来跟我讲，好，我们会想办法找资源，好，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资源给你。然后我们现在都看到那个前面后面这些 3D 列表机，这个是可以安装微标孔的，好，它是比较容易，但是它可以做微标，所以如果你只是要拉和还不要切断的话，其实这种很便宜的机器就可以办得到。好，那我们另外有一个来跟趋势合作的案子，那如果那时候是说，如果学校愿意利用这个寒暑假，好，推3天的营队，3天的学生营队，那趋势愿意赞助学校2台这种机器，啊，这个叫七幺八，它有3D列印功能跟雷标的功能，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等确认到开课之后再跟各位来说明，啊，那跟他合作不是没有条件的，有条件，你必须要是我们往先往中心认可的，你是会用机器的老师，啊，如果你我都不知道你会用，或者你是从来都不会的，请你先来上我们的一些资讯的课，上完之后你有资格，我们就会想办法给你，啊，所以我们其实跟创客中心合作开了很多的课，啊，那当然非常欢迎各位来上，但是我看好像很多学校从来没有出现过，啊，今天也是很多生面孔，啊，好，那所以这个是雷射切割刀的部分。好，那么再来呢，11月会有3次，好，就是 3D 列印的部分，好，那 3D 列印就前面后面都看得到了，好，那这个是比较容易，因为机器比较便宜，好，机器比较便宜，而且这个危险性比那个雷切还要低，好，其实没什么危险性，好，那所以这个我们会这3次呢会让各位有实际的操作，好，每次大概都会有10台机器左右，然后所以每个人都操作到，然后我们会跟你讲那 3D 最简单的怎么画图，然后画图完怎么印出来，然后也不是什么都要自己画，好，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网站收集各种图片，啊，你今天想要弄个肥皂盒，我大概不会傻傻的自己画，我画图技术也没那么高超，好，或者我要弄我想要一个宝盒那么高彩，我也不会自己画，啊，因为网络上都有，或甚至我要一个手机壳，啊，你也不会笨到拿起来自己慢慢来自己画，因为网络上都有。我只要去网络上单弄下来，把我的名字再加上去，他就是做好了手机壳，我就可以拿出来印，对不对？好，所以这些网络上图怎么抓下来用，还有一些如果你在画图的时候有需要一些综合的技法，我们都会在现场，就是给各位做简单的练习，啊，然后因为我们国中小的资讯老师在绘图的部分，在以前的确是受比较少的训练，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各位可以玩一玩，那各位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内容等一下我会稍作示范，各位看到那个网站，啊，就会觉得它，啊，怎么那么简单，啊，因为它跟一般的像你们3D绘图一定听过什么 AutoCAD 对不对，啊，那个一听到应该都会信，啊，下很多指令，然后界面啊超级复杂，按钮可能几十个、几百个都不知道在哪里，啊，那按钮点下去还有很多参数要设定，对不对？现在国中小不用那个，国中小用的都是界面很简单、很直觉，啊，甚至你看了那个界面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用，啊，然后透过一些几何图形的加加减减，就可以做出你要的图，啊，待会儿会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好，那所以我们这所有课程啊，其实都是国中小可以实施的。啊，我先讲个题外话啊，如果你去外面，前一阵子有一些什么运算思维的研习啊，哈，啊，或者资讯科技或者开源硬体或者什么应用研习，如果你去本县市以外参加过研习的，如果你觉得很难，啊，请你有空听听本县办的研习，啊，我们花莲县是全国，啊，
把这些很难的东西把它弄得最简单的线性，所以我们是人家的指标线性哦，因为他们其实都不太知道怎么把那些高深的东西教得很简单，但是我们花莲的经验丰富哦，所以其实非常欢迎各位来上我们自己的课哈，不用再跑到外县市去取经哈。好，来，然后十一月底呢，我们有两次的这个 switch。那因为 switch 呢比较多老师接触，那所以我们这两次呢会比较是属于重点式的分享，啊，重点式的分享。那第一次就是当然就是纯程式啦，好，那这个 switch 各位写程式没写过程式的也不用担心，啊，这绝对不是像 C。不是像组合语言，一堆英文字，啊，一堆关键字，然后还要造语法什么的，然后还要打开的，没有这种事啊，有小这种事情不是搞死学生啊哈。所以我们这一边是简单的基础式，啊，包括拉叠在一起，啊，就可以把程式做起来啊。然后呢，第二次呢，我们会带一些简单的外部感应器，啊，那这个外部感应器，我指的是 Switch 本身内建。好，比如说那个 Pico-Ball 或者微度积木，好，但可能没有实际的东西练习，但是我们会讲反射性的概念，比如说你 notebook 的网络摄影机，还有麦克风，这个就是外部感应器。那在 Switch 里面本来就内建的，而且你只要用 notebook 或者你电脑端自家的网络摄影机，它就可以玩很多很多反射器的应用。好，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好玩。那所以这个部分啊，都可以列入在课程里面。然后再来呢，再来最后的五次，好，这个 Arduino 它是一个开放式硬体。好，那什么叫开放式硬体？就是它的所有的版权、所有的电路、所有的程式、所有的那个东西都放在网络上，所有的文件都在网络上。你可以自己抠下来，你也可以送给别人，你也喜欢可以自己做一片出来，啊，或者去改进，都是符合版权规定的。那所以这个东西它既然开放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厂商在做，所以它的这个材料啊，这个零件啊，很便宜，非常的便宜啊，一片基板才150块左右，你就可以拿来玩一些硬体的课程，好，实际可以做出一些发明或者改装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发生作用，而不是所有的学习都在荧幕里面。好，那这个东西呢，以前啊，当然最早以前也是写 C 的哈，可是国中小怎么用那个呢？好，那不是搞死人吗？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上面的 Switch。啊，上面的 switch 来控制 Arduino。好，所以以前，啊，以前你要发明一个东西，比如说一只会动的布娃娃，然后呢，并且一定要什么大张以上学电子电机，对不对？啊，你才能控制马达那些嘛，啊。然后呢，你要写程式，你要大张以上有学过什么 C 语言或组合语言之类的，你才有办法去写程式去控制那些硬体的东西。可是现在那个 switch 国小就看就会用 Arduino 模组化，那整台线上插上去就可以使用了，就可以使用那个感测器，然后控制呢还是通过 switch 来控制，所以这整个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下放到国小阶段就能做的东西。好，现在科技这么进步，难道还是有很多家长、很多老师不知道哦？所以他们一听到啊，小朋友写程式，骗人的吧？都是老师写的嘛？没有，真的是小朋友写的。小朋友发明什么东西，骗人的吧？都是老师做的，没有，真的都是小朋友做出来的。那为什么？因为时代在进步啊，这些工具这么简单。好，包括老师第一次上课就会，好就会用，好。那所以欢迎各位来上我们这些课，所以以后看到那个什么啊，不要吓得要死，就不来研习，知道吗？哈，因为很简单哈，也不要看到是对情况，他写程式了，写程式我一定不会，就不来。啊，这个都很简单哈，
不是资讯领域的高头蚁群啊，高头蚁群，我们也开过，就是一般其他领域老师的课，啊，他们都第一次就学会，而且非常有。好，那我们前面一幕不要讲哈。现在是我们画面的。不好意思啊，因为那个前面的画面比较小，所以后面看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就用广播哈。好，那么所以我们前面十二次的课大概是这样。那这些内容我待会都会稍稍给各位看一下那个画面，好，让大家解除一下疑虑哈。比方说刚刚出来广播啊，结果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啊。好。那就是前面我们北区十二次的课程内容，不晓得有没有老师有任何疑问？好，那我们刚刚说哈，就是我们会的，我们先讲啊。那其实这个如果真的要上起来，可能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上个很多次这样子啊，都会上很多次。那我就是给各位体验一下，在这个学期啊，那下学期看怎么开，我们再另外做决定。好，那所以呢，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课纲的东西哈。好，各位，课纲公布了哈，反正就是要做的哈，不管你在什么部嘛，你还是得要上路哈。那课纲里面呢，国中是法定必须实施的，一周两节哈。那它里面是建议上下学期对开，对开的意思就是说，你上学期开两堂，比如说资讯科技，然后呢下学期就开两堂生活科技。那当然你也可以不按照它建议嘛，因为它建议只是建议嘛哈。你可以开一堂生活科技，一堂资讯，或者你开归开。那我们两堂都拿来上创课，反正怎么解释都可以，知道吗？好，各位了解。好，其实科技里面的东西，在我来讲，我们跟创课就可以把整个都包进去，所以我觉得科技里面就科技里面，干嘛还分成资科跟生科？好，所以资科跟生科的部分，如果他们要分做教授，自己慢慢去分。反正我们指标都可以解释。好，因为创课的东西你要做，而且有人还有写程式，那一定符合资科的领域的部分。那包括西工要解释的部分，我们再教各位怎么解释哈。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反正就是一周有两节课给你上就对了。那不管我们怎么结合哈，那国小因为它课纲里面是建议，那建议的意思就是法律没有强迫性。那所以很多老师会讲啊，那国小就电脑课也没有吗？不是哦，当然是建议嘛。那建议像台北市他们还有试定课程，好，就是他既然教育部国家没有规定，那我自己花一次我就来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上。好，那处长呢，处长我找到律师那边也是说我们花一次国小一定要上，一定要上哦。好，但是没有资本出来就一定要上，但是我们健网中心很配合，就是说，如果你们学校有不上资讯课的，好，当然上不上是你们这个校务会议最后课程课纲会做最后的决议嘛。那如果你们学校不上资讯课，那健网辅助你电脑教室就没有意义，这样各位知道意思吗？哈，那可能就我觉得啊，找机会就把它收回来。不过大家行政电脑不是很好嘛，哈。好，所以请各位就是回去跟学校就是要求了啊，资讯课一定要上啊，而且有上跟没上真的差很多啊，而且如果你有上的话，国中就会比较轻松，
那不能不算。那个国中一年级接到手的时候，哇塞，国小连打字都不会，什么是孤儿他都不懂。好啊，电脑打开只会玩电动，该有的素养都没有，那你叫国中怎么上？好，所以请各位国小一定要争取哈。那、如果说你们学校真的不给你上，请你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去了解一下，关切一下哈。好，所以希望你们会有资讯课的哈。那国小就比较简单了，国小资讯课通常就是基本能力嘛，要会打字嘛哈，然后简易的文书排版，好、啊，简易的那个，比如说动画啊那些，其实各位可以用 Switch 全部都包了，几乎了啊。因为 Switch 学程式啊，还可以，你可以做电子书啊，可以做动画啊，还可以做模拟程式，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你的画图在里面，它就有相关绘图了。那你打字里面也可以打字啊，对不对？啊，甚至你可以做教具。甚至办数学，你就教他们怎么做那个数学题目，然后在里面就可以自己做练习题来练习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很好整合你的各方面学习的东西啊。甚至你要教试算表，试算表一堂课就解决了，其他的那个计算的功能就放到 Switch 里面去做程式运作啊。所以 Switch 可以包很多国小应该要的基础。所以个人建议你直接是会去上手，好，所以就很好用。好，所以希望不要再听到那个什么，简报软体上一整个学期的哈，那个就我是以色列上一整年的哈，那个我是不知道，我们出去大概可以直接就业的，我不知道可以直接就业，应该也蛮奇怪的啊，所以请各位尽量多元发展的哈。那所以其实你创客的部分可以把它带进去，因为创客配合各种写程式嘛，它可以做一些好玩的逗的东西啊。那小朋友刚开始，如果你纯程式、纯写程式，他一开始有兴趣，但是久了之后，他还是会没兴趣哦，因为他所有做的东西都在电脑的荧幕里面，他摸不到、看不到、摸不到。就只能看着一幕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漂浮哈，所以这样子到后期他还是会没兴趣。那 DIY 的课程，所有的课程里面 DIY 的课程是绝对最有效果的啊。各位读过很多相关理论，我也都在介绍。当然，这有实作的东西，那个记忆保留就是最佳的啊，80%以上。因为呢，没有自己动手做的东西叫做知识，所以知识是要学习、要复习的。你一段时间没有复习，就会忘记，啊，就会忘记，那个叫知识啊。那可是你动手做过的东西，啊，包括你的多年智能从身体进到你的脑袋的东西，这个叫经验。经验是做过就不会忘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推创客？因为它就是要动手做。好，所以你开车，各位学员开车之后，即使你十年不开车，你十年之后哪一天需要开车，你还是会开。好，那你今天背了这十个单字，你十年之后，你十年内都不用的话，你十年之后应该都忘光了。好，最现实的就是小朋友考试考完试，考完试的第二天就忘光了。好，所以各位，这是我们要开考的部分啊。好，那在领域的部分，啊，这两个领域它强调的重点是这样子啊，生活科技就是做共享，啊，就是你去把它做出来，然后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些东西，然后你就是要去想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东西，或者让它更好等等啊。啊，所以它重点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意设计跟动手做的能力，啊，所以其实工具蛮重要的。所以那些科技的工具，希望各位在活动小阶段都可以能够教得到。好，那它有阶段性哈，国小重生活应用，所以国小我们上课的东西，那个主题最好跟小朋友的生活有关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国小如果玩滑冰的话，就会玩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题目啊，比如说，做一个小小音乐家啊，或者。他生活上可以用的，比较不熟的，
它看起来比较娱乐性比较高的，它生活上就可以用到了啊。那所以国中以上呢，大概就会比较偏创意设计或者实际的生活的应用。我们讲 make 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make for fun， 就是好玩，好玩之后你才会投入。然后第二个层次是 make for love， 就是为了你爱的人，不是 make love，是为了你爱的人，就是你周遭的人、哦、而去做一些东西、哦、比如说、我的同学，或者是我看到那些、生活上过得很难过，或者说看到那个老年人走路很困难，他就想要发明一些拐杖什么，让他能够方便的走路，这就是为了就是第二阶段的东西。然后第三最高阶层的就是 make for future， 就是为了未来，就是、开发未来出现的会出现的东西啊。那所以国中以上尽量往上面的层次去跑，那国小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趣，让他让小朋友愿意去接触，这样是最重要的啊。好，那资讯科技就可以了，资讯科技比较学术化一点啊，你去看他的课纲，你就知道他现在这四个字啊，就是大家会第三色的四个字啊，运算思维啊。那所以它的重点是在培养学生利用运算思维跟资讯科技能力来解决问题。好，那很多人说，我干嘛那么辛苦？我解决问题又不一定要用电脑，用资讯科技，对不对？是没错，啊，解决问题不一定要用资讯科技嘛。好，但是呢，因为这是分领域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用的是资讯科技来解决问题的话，你就要知道那个叫运算思考啊，什么东西叫运算思考，你就要知道。所以是在这个架构底下，所以以后会看到那个科技里面看到运算思维，就不要再骂他了啊。他不是，他不是叫你什么都用运算思维去解决，而是当你有一天这个问题的解法如果需要用到科技领域的话，那运算思维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好，那在这个当然在生活科技这边就会用设计思考的方式去做处理，而设计思考比较适合大范围的解决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好，那这个资讯科技这边国小就是做体验了，那所以体验的意思就是说知道就好了，所以你不要把那个名词搬出来。你不要说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上排序，好，我们来上气泡式排序，拜托，不要，好，你就带一些小游戏，好，带一些小游戏，让他知道，好，我要怎么排顺序，好，有这个概念，玩过就好了，甚至你连名词都不要跟他讲 ，OK， 但是国中呢，要解决问题，所以你可能。玩完那些游戏之后，你可以带到那个名词，让他以后要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知道好，我用这个方法，这样就好了。国中也没有要你教到把程式写出气泡排序，没有叫你写地回，没有啊、哦。啊，你不要那个名词，这样你就真的国中生。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地回啊，地回程式要怎么写啊？拜托，这样就搞定了哈。全倒啊！好，所以名词看起来很可怕，好，但是实际上实施没有要到那么可怕的阶段啊。所以这个部分跟各位沟通一下，不晓得有没有各位不清楚，可以吗？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好，我们在看学习内容之前，我怕大家睡着了，所以呢。我们先简单的操作一下，刚刚我们提到几个东西，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它其实真的不难啊。好，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绘图的部分，好，精车配的这个东西哈。那我待会会跟待会讲到内容的时候，我会跟各位讲说，在这个课纲底下，我们可能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可以玩的哈。那好，新的课程呢，它是一个
3D 绘图的一个工具。那我们以前讲到绘图呢，大家一开始听到是 AutoCAD 啊，然后 SketchUp 啊之类的，然后那些都是比较属于职业等级的话，那我们在国中小是没有必要推到那个地方啊，而且我们电脑教室的电脑没有很高级，都没有那个显示卡，所以你要跑那些软体是算你们辛苦的啊。所以目前我们经过这个很多老师的这个交叉测试各位好跟教学的经验，跟各位介绍啊，这个内容它是一个大三地绘图的网站，而且它是网站，它是云端的，那所以呢，它不需要很高级的电脑，就算你们是那种小笔电来跑，芯片很慢的，它都可以跑得很顺，只要你的网路顺。所以我们包了两套啊，第一个，如果你的网路还正常，那就请你用芯片。那如果你的网路是常常会断线的不正常的，那我们建议你还是用那个123D， 123D 哈。那123D 是其他的那个就是非云端版的里面算是应该是最简单的。好，那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国中小学用这两套就够了，就够了。那如果数位标注哈，如果你不是只有像这种工看起来像工业制图哈，很硬的东西，也有那种数位标注，各位知道，我们做陶土嘛哈，那我们捏来捏去就可以做出来一个东西的，也有那一种的，那个叫那个字我不会念哈，S 什么的那个哈，那个我们也会有老师来教，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VBrush。这个都是数位捏塑的部分，数位捏塑的部分。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张心智图，也会跟各位可以看到那些软体啊。好，那所以呢，为了让各位不会很害怕这些东西哈，我请大家操作一下给各位看啊。基本上你进入网站，申请网站啊，进入网站登录之后，它就是一个操作平台嘛。那你要画图，这个画图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它会直接把你要的东西从旁边的几何图形拉出来，那要调大小就直接拉一个白色的点。好，那如果要不一样的形状，或者要加加减减，比如说我要中间要开一个圆形的洞，那我就拉这个透明的圆形的东西，然后把它拉高，然后过来组合，它叠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它是透明的，它就会开洞。所以我只要把它圈起来组合，它就开了一个洞，对，它这样就是你要的东西。那如果你要不一样的造型，比如说我上面要放一个那个尖尖的角锥，假设要放在这一面，那我只要把工作平面拉到这一面，然后呢，角锥拉过来放上去，因为这个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会挖到，那不是透明的呢，会直接加上去，所以我直接卷起来。组合的，对，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了。所以透过这样简单的加加减减的动作，就可以把你的图画好。这是目前最简单的3D绘图。有很难吗？需要专业领域吗？不需要资金领域吗？不需要。那个小学只要透过电脑，滑鼠会用，对不对？就可以用啦。所以一点都不难啊。那这些东西都通过3D表示都可以直接印出来，都可以直接印出来。那除了基本造型，当然它有很多的元件，比如说拉力齿轮，它里面也有，而且它都是直接选那个东西出来，调一下参数，比如说我要这个20尺的，然后我半径要多大，它都直接用调的，你根本不用自己跟它画半天，也不用像光光片要学很久的。所以这个东西叫芯分配的，这个是我们会在3D绘图里面做基础介绍的。然后刚刚有讲到，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画，对吧？那像这个网站是目前全世界它应用最多的网站，这里面很多很多的 3D 的图库，所以你不用什么都自己画，真的。假设你今天要用一个手机壳，假设我是那个 iPhone，
就直接搜寻。好的，好。啊，他就会找到那个弄扇子的手机壳啊。那我就不用拿那个尺针量半天，还要画半天印出来不对，我跟他说还是错，对不对？我就直接下载这个喜欢的，好，就 download。下载回来之后呢，你可以把图片，啊，页面当然可以直接命令，没问题。下来之后呢，啊，解压缩之后，你可以刚刚这个画图的，对不对？啊，好，我可以直接拿会录哦，那会录选择答案，然后刚刚的，那个机壳就会跑进来，啊，跑进来。那我只要在上面，比如说我要加我的名字，好，那名字在基本造型这边，我这边都有啊，好，在基本进来。那我只要想要刻我的名字呢，我要把文字拉过来，然后把它改成透明，透明是挖洞，好，然后把我的名字打在这边。好，对，刚刚没有介绍我的名字，好，我是邱文胜。大家应该都认识啊，然后把它调大小哈，自己大小调一调，然后呢，哎，啊，这个你看，这是你的名字啊，好，那只要它刷过机壳，啊，只要把它高度适当的调整啊，然后确定它有刷过机壳，啊，你可以翻一下，确定之后啊，装起来组合，啊，组合之后它就是一个有你的名字镂空的机壳。好，你看，这样就做好了，就可以下载来印啊。所以也不太需要说要像 OOP 的学半年学一年才能做出想要的东西，不是啊，就这么简单啊。那这些东西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会觉得说哇，那个三 D 列印刻到国中小是见鬼的事，是他没见过，我们不要笑他见识少，但是真的就是。你如果常常去逛一些展览，或者是看人家教学，常去参加研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进步的很可怕。好，那所以我们这些技术就是希望把它带进来，我们在国中小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啊，而且我们台湾是科技大国啊。好，好，终于讲到。那所以这样子呢，就会简单的那种三 D 的部分，就其实你就不用怕那个画图，那个二 D 相关绘图也是一样，它只是一个观念的转变而已啊。好，那我们先给各位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等一下，现在是八分了啊，28分我们继续上课。然后各位可以去那个登山会的网站，那从哪里去哈？你直接把这个关键字打进去 ，PHIKERCAD 就可以找到它的官方网站。好，那我把画面还给大家啊，新科配的。好，新科配的哈。好，各位可以试试看啊，真的超简单的啊，所以不要再害怕了哈。回去也请转达一下啊，尤其是那个其他领域的老师。好，所以这个东西创作的功力真的，不管什么领域都可以学习啊，没有一定要是去老师啊。
那你很多图的话都是要抓住人做的。那在这个部分，你就要注意了法权啊，尽量信息授权的嘛，自己报可以，很简单。那个已经确定是科技房辅导员，站起来一下，我给他认识一下啊。那个这边地霜还有什么？哎，辅导员，帮我请你好不好？那个科技房，你怎么都跑掉了？不要闹啊！大家认识你，要有问题才可以找你们啊。以后要中免费找你，给你赚中免费还找不到的。这边请你。来，各位万人活动到这边科技团，好，最好的你们，好，三个国风黄义霜老师呢？国风黄义霜老师，好，等一下再介绍。还有那个玉东国中嘉娜老师，好，他专场是木工，还有谁？李奎汉老师，好，就是南区太平国小李奎汉老师，还是没找到，他们还没找完，还没找完。所以在座各位哈，如果你有兴趣来协助花莲县的科技领域哈，请赶快找那个钟协恒校长，啊，那个科技团现在的团长是钟协恒，然后副团长是钟怡智，就是国风的校长。这边提醒各位老师一件事情，你的汽车还没有停到线上，如果有的话要把它开走。这边那个是平台的拖吊区，我每次经过都有一台被拖走。啊，如果有停红线，把它拉移走，非常快，因为对面的语速啊，你们看到是不是就打电话就拖吊车就来了啊？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谢谢。